就通报错事关外、萧员外来探望。说过了，太师午睡，要么等着，要么改天再来吧。干什么？我们已经来了三次，你确实对太师说清楚了，是关外萧家。太师说，潘家在关外没有姓萧的亲戚。老爷，门口那帮萧家人走了，留了一封信给您。说了什么？ 走之前说不再来了。嗯。爹，辽人还是想我们在晋阳的事上面替他们周旋，你这三番四次的打发他们，不怕得罪辽人吗？哎，萧太后，还真把我当成她的臣子了。 我之所以跟他们合作，不过是因为想借力打力。现在晋阳的战事，圣上那么上心，我犯不着为了这个辽国出了龙鳞呐。但万一辽人生气的话，抖出我们这么多年的往来，那该怎么办？嘴长在他们身上，也长在我们身上。 爹，我让你去筹备祭祖的事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爹，孩儿只是想要……老爷，夫人在催了。承蒙祖宗福泽，延平从边关寄来家信，兄弟六人暂时击退辽邦对晋阳的骚扰。杨业虽抱病在身， 但初心未改，定携子孙，肝脑涂地，忠君报国。齐郎，你留下。 在这牌位上，你能看到些什么？那自然是我们杨家保卫国家的无上荣耀。可爹每次看到的是亲人的离别。知道爹为什么反对你习武吗？我资质不好。恰恰相反， 你天生神力，资质很好，可是控制的不好，就是灾难。爹、娘，还有你的兄长们，为了大宋，都身在军旅，征战沙场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也会在上面。爹，爹也是凡人。 爹不想看见杨家无后，所以爹不想你建功立业，只希望你平安快乐的生活。太后口谕：潘仁美两面三刀，平日里多受我大辽恩惠，然晋阳之战，他却背信弃义，隔岸观火。杨家军作战神勇，
太后实在对我大辽夺取晋阳不利，因此太后命你以议和之名前去大宋，削弱潘家气焰，扰乱宋国君臣之心。臣韩惠遵旨。 先生，请。今天起，你就跟着先生好好读书，不可荒废学业。虎父无犬子啊！杨家六个儿郎，果然不负朕的厚望。 陛下，晋阳告捷虽是可喜，可是依臣看来，杨业先是临阵称病，他那六个儿子得胜却不思还朝，恐怕别有一心呐。陛下，杨业重病，六子替父出征，乃是得到圣上的恩准，虽然得胜。 三观还有余孽未除，难以还朝。太师一直将矛头指向国家之栋梁，这到底是谁？另有异心。陛下冤枉啊！太师先起来。是。寇参政的话虽有些严重了，不过太师的言语。 也应慎重才是。是，陛下。先帝，记臣谨慎，故临崩，记臣以大事也。昼夜思之，昼夜思之。我刚才读到哪儿了？干嘛的？他都那样了，你还打他？打那关你屁事！跟我打！上哪儿去啊？在我们三国旧地盘上撒野，你当事儿就这么完了吗？ 国舅。
如柳姑娘难得一遇啊。三国舅今日怎么这么有雅兴，亲自来观擂啊？我还说呢，怎么最近几天都找不见你？你找我？本来是有话想对你说的，可是今日看你这样，怕是也没什么兴趣听了吧？哎，别，有空有空，这边请。多日不见，我本以为杨令公得知边关告捷会精神振奋，不过看现在并非如此啊。晋阳虽小胜，可是按照大郎的描述，辽国此番进攻并非那么简单哦。一般他们骚扰边关，只要头阵败下，便会将皮马乏，知难而退。不过这次似乎另有打算。有消息称辽国要派使臣来议和。静观其变，谨防有诈。走。嘿，公子是在找这个吧？啊，这些木桩我会赔给您的。老夫的擂台，这木桩个个都是金刚铁木，能撞断他的人绝非池中之物，老夫怎敢斗胆索赔啊？还是请赐教吧。你怎么？公子不懂拳术，一个男人要是不能靠力量扬威天下，岂不白活一场吗？更何况公子天生的神力，实乃可造之才。不如这样，擂台是锻炼身手的好地方，你来这里吧，老夫传授你武功如何呀？我义父南北擂台可是从未输过，还请公子三思。先生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只不过在下实在不想习武。那就等哪天公子想好了，汴京城里打听引援，便能找到我。还不赶紧给你爹认个错！杨家怎么出了你这个当街卖权的孽障啊？那两个是喷报的人，来人呐，走，打！爹，你就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啊，也不问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在擂台上跟别人打斗？我，是是，那你们还站着干什么？打！爹，你不讲道理！敢说我不讲道理？放肆！老爷，七郎他还小，还小，他几个哥哥像他这么大的时候，都跟我上阵了。上阵，我也想上阵杀敌。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从小到大你就知道欺辱哥哥们，我呢，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吗？你这逆子，给我打！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打！老爷，七郎，老爷，七郎，这些药要趁热喝，你不喝药怎么能好得快呀？七郎。
夫人。先皇御赐的金疮药。还涂什么药？你把他打死算了。你明知道他天生神力，个性又急躁，再这样惯着他，早晚出事。你说你常年不在家，孩子本来就跟你生疏，现在可好，你把他打了一顿，那以后他见着你，那不就跟老鼠见着猫似的吗？你就不能坐下来跟七郎好好的谈谈，你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药记得给他涂上点儿。又来给七郎说情。老爷，我差人去打听了，这件事情也不都怪七郎，反正打也打了，你说你干嘛要罚他去采什么药啊？让他吃点苦，好磨磨他急躁的个性。夫人，七郎性子就像一团火，火大烧身呐。挨了三棍就一顿打，你去死吧！公子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不过尹先生为何在此？今天一大早他就出门了，说是要来报仇，我担心一直跟着他，果不其然，这差一点惹出大祸。多谢先生救命之恩。哎，不用谢不用谢，你不会习武，白瞎了这一身好资质不说，你看遇到了危险都不能保护自己啊。实不相瞒，不是我不想习武，只不过是家父不愿意让我习武。哦，难道公子家是书香世家？啊，不，我家是天波府。哦，哎呦，失敬失敬。哎呀，这杨家可个个都是英豪，那令公为什么不让公子习武啊？我爹觉得我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道。哦，哎呀，真是白瞎了这身好资质。公子，你想习武吗？那是当然。好，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，老夫愿意把我毕生所学的东西都传授给公子。我是不希望失去一位百年难遇的好苗子。圣上最终还是答应议和了。不乘胜追击，只怕是放虎归山呀。将在外，军心不安。有大郎他们在，你就放心吧。爹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你说。药材好了吗？药。
我才交代你一点事情，你都办不好。爹，我想拜师学功夫，求爹成全。齐郎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什么以后再说？永远也别提。爹，我真的想学一身武艺，报效国家。出去！早知道这样，你当初生我养我干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 齐郎，齐郎，敢问这位兄台，干什么？什么事儿？ 姑娘，看你半天了，可是来找我义父？啊，公子，先生，有失远迎，来，请。老夫恭候多时了。 多谢先生知遇之恩，我一定好好学武。哎呀，七少爷天资聪颖，一点就通了。师傅教的好，来，擦擦汗吧。 哎呀，尹先生，听说你不再为我训练拳师了？潘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七少爷现在是老夫的爱徒了。爱徒？想当初我拜尹先生为师的时候，尹先生不是说不收徒弟了吗？公子记错了吧？当时老夫说，若是无缘就不收。那他杨七郎就跟你有缘了？是天意。 想必尹先生的擂台是不想再汴京开下去了吧？哼，老夫一生四处摆擂，一为生计，二为传承。现在既然老夫找到了传人，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老朽承诺，往后若是有国舅大人在的地方，老朽就不会摆擂打拳。国舅大人，请回吧。 少爷，国舅大人之前，你屡次欺负七郎，老夫不便过问。可是现在，七郎是老夫的爱徒了。国舅大人，往后请你自重。没事吧？ 师父，从来没有人对七郎这么好过。嗯，七郎，你刚才都看清潘豹的招式了吗？咱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看。嗯。哎，豹儿，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来来来，还不过来见过辽国使臣韩辉大人？ 见过韩大人，公子多礼。爹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哎呀，韩大人，坐坐坐。哎呀，还真是一表人才呢。若是能代替天波府当上大宋的阵前先锋，那辽宋之间。 可真的就会化干戈为玉帛喽！哎，犬子哪有这种才气呀？哎，太师过谦了，才智嘛，公子当然有。我们太后也是这个意思，只是不知太师有没有这意愿呢？怎么讲？拜神州累呀！啊，又是拜神州累。嗯，喝茶喝茶。
来喝茶啊。师傅，来出手，要快，要用力。妇人之仁，七郎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兵不厌诈。好小子。义父，七郎。记住了，对阵中，眼睛永远不要离开对手。吃点点心吧，歇一会儿再练。铁狼，你现在可以出去和外人交交手了，这样才能检验你到底学得怎么样。老是跟师傅过招已经陷入套路了。可是我该怎么做呢？我给你找个擂台，你去过过招。打擂？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。咱们换个名字，不让令公指导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承让。好，师傅，拿着，这是你应该得的。我不要。哎，大丈夫不拘小节，既然你不是杨七郎，是木易了，这个你就应该拿着，这也是擂台的规矩。如乐姑娘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国舅大人，我还有事。哎，前两天潘公子潘公子的，现如今就变国舅大人了。怎么，你义父不让你跟我来往了？行，我择日就上你家提亲，你嫁给我，就不用跟着那老匹夫受奔波之苦了。国舅大人请自重，我义父的脾气你不是没有领教过的。告辞。七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柳姑娘，哦，这个送给你。杨七郎，你敢动我的女人？刚才还跟我装什么三针九裂，原来是攀上了杨家了。潘伯，你嘴给我放干净点。哟，还找了个出头呢啊！他是跟我提过几次，说这杨家总爱跟你们父子作对，也难为公子这么多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公子何必等以后呢？眼下就有机会啊。只不过韩大人但说无妨，拜神州累夺他杨家的先锋印，我跟太师提起，太师不同意，也可以理解嘛，爱子心切，他是怕公子你，怕你输。那依韩大人的意思，
该如何摆着神州令？公子，这可就靠你了。我？其实我跟你一样，实在是看不惯杨家如此的居功自傲，如此的嚣张霸道。明卫议和而来，实则探我大宋虚实。你们二位有什么建议？韩辉这个人，微臣跟他接触过多次，辽人都是虚张声势，陛下，请不要在意。太师的意思是要静观其变。臣认为不可。辽人一直觊觎我大宋国土，可多年来与杨家交战，熟知杨家作战方式，并且什么？并且杨家年年手握兵权，如果杨家要有异心的话，恐怕我大宋得内外受敌。臣以为在辽人出使我大宋之时举办神州擂，让全国武术人才汇聚于此，争夺先锋印，让辽人也看看我大宋人才济济，二来也震慑震慑杨家，提醒他别一家独大，功高盖主。陛下，请原谅犬子狂言呐。国舅的话，细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。陛下赐我军衔，人人都以为我皇亲国戚，看清我没有军功，不能为陛下上阵杀敌，我算什么将军？臣请陛下允许臣为陛下打神州擂，以选拔国之栋梁。好，爹，爹，别喊我爹。那么听韩辉的话，你喊他爹好了。你情愿被杨家压一辈子，我可不愿意。等我拿了先锋印，你可别认我。这不是让潘杨两家直接杠上了吗？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昨天收到消息说，杨家六子齐聚边境，而辽军却没有异动。陛下担心，我这不仅需要杨家。宝儿，歇一会儿，来。喝杯茶。还在生爹的气啊？王爷和老将都不许参加，那还摆什么神州擂呀？拱手把这个先锋印让给他潘仁美不就得了吗？也罢，交了先锋印，一身轻松。我们夫妻几十年了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就是拼尽老命也不会服输的。只可惜咱们六个儿子都在边关，老七倒是在身边，又不会武功。你说他要是会……太宗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，你能舍得弃郎，
去打擂。人在心不在，想什么呢你？我从小就想像哥哥们一样，习武练枪，上阵杀敌。要是这次我能靠我自己的实力，堂堂正正的赢下神州擂，保住那先锋印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这有什么不可啊？就凭你现在的实力，完全可以赢下神州擂。这样，既能够满足你的心愿，又能在你爹面前证明你自己。我爹那关肯定过不去。哎呀，你也死脑筋，先斩后奏，趁着你哥他们几个不在跟前，若是你一个人拿回那个先锋印，那你爹的嘴还能合得拢啊？对呀，师父，还不赶紧练？哎，爹，这就是你夜夜晚归的原因吗？马上要打神州擂了，我要打擂。这事关先锋印，岂容儿戏？而且习武之人品行第一，功夫次之。你刚才招招致命，毫无容人之量，更无慈悲之心。是，我不配习武。在爹的眼里，我除了是杨家传宗接代的工具，我还有什么别的任何用处吗？等你有一天当爹了，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。潘公子，请看，这就是专为你准备的练武之地，全师陪练，一应俱全。此地极好，多谢韩大人。理当效劳。公子，你伤势未愈，不可过分发力哦。这次打擂，绝不能输。公子，歇息片刻再练也不迟啊。这样下去，怎么能赢？看到公子如此刚烈，我倒是想起一个办法。只是有话直说，别吞吞吐吐的。这是我大辽的虎狼之药，可以强行打通血脉，使内力短时间内大增。爹，您就让我去吧。关起来。是是，七少爷。我想去拜访一下杨令公，说服他，让他准许七郎去参加选拔，出人头地。可是七郎打擂的话，会受伤。怎么，你为他担心了？几日，内力怎么会有如此提升呢？莫非有高人指点？不好说。爹，放我出去！
哎，公子，护狼之药吃毒了，伤身。哎呀！你看，这都两日了，你要把七郎绑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！绑到擂台结束的时候。非要这样吗？他非但不听我的话，偷偷习武，还在外面拜师学拳，那拳法招招狠辣，毫无宽容之心。现在又要跑去打神州擂，你看你总说孩子不懂你的心，你又何尝懂他的心呢？可是他的性子，以他的力道。那你能管他一辈子，绑他一辈子？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是不理解他，那在这世上还有谁能理解他呀？老爷、夫人，尹先生求见。尹先生？尹先生？哦，说是事关七少爷。哦，有请。是。见过杨令公，见过佘太君。啊，先生是？在下是七郎的师父。嘿，杨氏，王家呀！嘿，走！国舅大人，小心刺客！杨七郎身边的姑娘吗？如花似玉的，可惜了。杨七郎，又是杨七郎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失手杀了他。哎，公子，你不可以有妇人之仁，别忘了，他可是刺杀你在先的。你怎么就这么傻呀？难道我对你就不比杨七郎？七郎不会放过你的。爹。嗯。令公，老夫对不住了。尹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七郎，他太可惜了。可惜？他可气。练功，你不让七郎习武，定有苦心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老夫在山上救了被暗算的七郎，恐怕七郎现在早已命丧山崖了。有这种事？他没有跟我提起。他不敢提。待他日后也当了父亲，就会明白我的心了。日后我要当了父亲，我儿子想干什么，我就让他干什么。老夫收七郎为徒，本意也并非单纯。这时间一长，我却发现他心性善良。再说，七郎是你们杨家的孩子，理应成为像您和其他几位少将军一样的盖世英雄，成就一番伟业。为父不求你那样。可是我喜欢练武。你已经壮得像头牛一样，所以应该多读点书，修身养性。难道他的理想就不重要了吗？请你不要插手我的家事为好。再说，你教七郎的拳法不利于七郎以武养性。我不答应。容不得你不答应。令公，日后老夫不会再教七郎了。
也罢。总科，请。师父别走。七郎，你自己保重吧。你敢离开天伯府一步，你以后就不姓杨。七儿，七儿，你看娘给你拿的什么？哎，你最爱吃的烧鸡。娘，我不饿。怎么会不饿呢？你都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。爹想官司我，娘您就随了他的心意吧。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啊，你就给你爹认个错，你告诉他，这个擂我不打了，这事不就过去了？可是孩儿没错啊，娘您不是跟我说，当年很多人反对您习武，就连外公都反对。那您还是坚持了，还在战场上认识了我爹，共结连理。孩儿从小就在爹娘的意愿下生活，孩儿从来没有做过自己。你听娘跟你说，娘，七郎是不会进食的，更不会跟爹认错。这回真是要饿死明智了。娘，你自己保重吧。七郎，七郎。把门打开，老爷要问就说我让打开的。七郎，师父，如柳没了。师父，如柳怎么没的？两天前，有人从护城河里把他打捞上来。护城河，如柳怎么会溺水的？七郎，你走吧。师父，我留下来陪你。师父累了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猜就是你，你这个畜生，还我女儿！哎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他
到死，手中都攥着你腰上的那块玉佩。他的死你脱不了干系，我杀了你。杀我？凭什么？师父，齐老。走，师傅，快，给我追！追呀，追！站住！别跑！呀！齐老，齐老，走，快走！多谢令公舍命相救，我只是到处寻找孽子而已。启郎，跟爹回去。事已至此，我还不能回去。你还嫌自己闯的祸不够大吗？我启郎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有话要跟尹先生说。尹先生，我想问你，江湖中最重的是什么？当然是信义。那尹先生在天伯府答应过我不再教七郎的承诺呢？这……所以请尹先生以后不要再见七郎了。爹，七郎，以后师父的事你不要再管了，自己保重。师父，你别走。爹，您知不知道如柳死了，被潘豹给害死了？那你更不能去打这个擂台。您不是一直教我除强扶弱，伸张正义吗？您现在这样见死不救，用您的官威把师父逼走，您这样和潘仁美有什么区别？你说什么混账！你先回去吧。韩大人，将军问潘豹的情况，被我的虎狼之药掏空了身子，只剩下了空架子。将军让你保住他的命，直到他站上擂台。眼下潘阳两家大擂势在必行。对了，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我返回大辽？将军还有计划，让你暂留宋国。是。师父，此拳威力甚大，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道。纵然你是武学奇才，这套拳也不是短时间能学会的。为了提升速度，我要让你气血逆行，来提升你的内力。这样你可能会感到内心浮躁。师父无需多虑，为了给如柳报仇，也为了我自己，只能这样了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宝儿。
爹，豹儿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好，没事就好。豹儿，哎，尽力而为就好，凡事不可强求，伤了自己啊。放心吧，爹，这次我一定要让潘家扬眉吐气。七郎，我应征神州擂，奉的是皇命。你要是想拦我，先过了抗旨这一关吧。七郎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求爹成全。起来。保护好自己。爹放心，我有分寸。等打完擂台后，无论成败，我会上书圣上，让府尹彻查江姑娘的案子。杨七郎，你我终于等到了今天。江姑娘是不是你杀的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死？潘豹，我饶不了你。好啊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敢不敢赌大一点？你想怎么赌？生死状我已经签了。好，就打死不论。豹儿啊，七郎，豹儿啊，豹儿，啊，七郎，来人呐！陛下不会见令公的，请回吧。
你说这个杨七郎怎么这么不让朕省心呢？你说按照当朝律法，当街打死人该如何处置？陛下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这边请。来，给你。谢谢老太君。娘。七郎。娘。七郎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你跟潘宝谦的生死状到底放哪儿了？娘，孩儿来世不要再做爹娘的孩子，拖累爹娘。起来，你是我杨家的孩子。娘，娘懂。老爷，找到了。家豹儿就怕孤单，让七郎陪他好吗？潘太师，陛下宣见。太师，可否饶过七郎？
杨家军进阳泉县大捷，急报！杨家军进阳泉县大捷。陛下，为老臣做主啊！还是，快，快快请起。谢陛下。太师，你痛失爱子，朕又何尝不心痛啊？可是杨家刚刚立下战功，若朕斩了杨七郎，非但没有好处，朕担心他那镇守雁门关的六个兄长会起异心呢。陛下，老臣一心为大宋，如今痛失爱子，还望陛下垂怜，还老臣一个公道啊！潘爱卿，如今已是两全之策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。臣领旨，谢恩。哥哥们回来的时候替我谢谢他们，若不是他们，七郎就不是免次发配了。七郎愧对大家。啊，娘，孩儿不在，您自己要多保重。请娘转告爹，孩儿不孝，不配做杨家的人。七郎，到了雄州，别忘了给娘写封信。放心吧，娘。走吧。少爷。太师，请节哀。宋珂，慢。太师是在怪我。怪我鼓励公子去打擂，可是出此意外，在下也是很内疚啊。宋珂，太师，娘亲，将军，将军，这又何必呢？我知道，断臂之伤难抵太师失子之痛，因此为了不让公子泉下孤独，在去往雄州的路上，我为他杨七郎布下了诸多死事。可是死了一个杨七郎，他杨家还有六子，不足以报太师失去爱子之恨。想那杨家是在擂台上害了公子的性命，那么理当这笔血债应在擂台上向杨爷讨回来。如今他杨爷年事已高，又受杨七郎打击在后，身体已是极度衰弱，故而这神州擂也就自然成了光明正大绞杀他杨爷的机会。我对潘公子有愧，更有负于太师，所以定当竭力为太师筹谋此事。太师，汉回严禁于此，请您定夺。告辞了，我们走。是将军。
在花无期。此次七郎闯祸，潘仁美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怕他会在路上动手。为保七郎安全，我会伴他一路雄州。如有朝事，称我病卧家中，万事与寇准大人商议。勿念。路上都跟着孩儿吗？爹，我们来渡头干什么？上船吧，去一个潘仁美找不到你，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。可是爹，我是人犯，您私放人犯，整个杨家都会受牵连的。无论去到哪里，你都是我杨业的儿子，为了你，爹什么都愿意做。还有刺客要来，上船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走。这点小伤，爹还扛得住。放心，七郎，从此天涯，爹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爹，七郎就此别过。爹娘勿念。记得，无论去到哪里，你都是我杨家的男儿，光明磊落，仁者无敌。
听说擂上的人已经连赢了30场了。不知道。是啊，都哪儿的人？本来之前杨七郎打死潘国舅，还以为这擂打不下去了。恐怕这圣上金口已开，这擂还得打。家住山东济南。好，下一个。谢大人。老说那个已经听厌了，换个新鲜的，不新鲜不给钱啊。好，好，好，现在啊，我就给大伙儿来一段汴京城最新的故事。这个话说，在这个神宗，你怎么倒的茶呀？没看见茶都倒洒了吗？失手，哎呀，打死了国君，干嘛呢？对不起啊，客官，你别生气，大娄子了，你能干点什么呀？去后边刷马去。这神州擂还得接着摆呀。你这是从哪儿雇来的伙计啊？哎呦，客官，我给你擦擦。快点，快点，打遍了各路高手，圣上就给他颁这个先锋印，怎知他不要。他说我不是宋人，你们敢把先锋印给我吗？哎，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这下可麻烦了。哎，外人得了先锋印，我们不就亡国了吗？所以啊，圣上就让十大王爷上擂台，结果照样输。圣上为了保住先锋印和国威，只能派杨业3日后上擂了。哎，杨业都多大岁数了？他上台能站得稳吗？就是，上台容易，下台可就难了。要是杨业也赢不了，大宋国威受辱，圣上搞不好咔嚓一刀。放屁，这是满嘴喷狗粪呢。这是你这是瞎讲的吧？那是金刀无敌，大宋战神，啥时候输过？哎，木易，把桌子收了，这茶钱不要了。哎，把那小乌鸦嘴给我干了。哎呦，一定要平安的回来。不知道七郎现在怎么样？不论他怎么样，我想通过这件事情，咱们的七郎现在一定会懂事多了。夫人，如果我此番有什么不测，告诉孩子们不要有怨恨。肯定不会，不会的。比试开始，双方请上擂台。小心呐。哎，罪人杨延嗣前来领罚。七郎，进来。七郎，爹，陛下，罪人杨延嗣望能代父打擂，请陛下看在家父戎马一生，年岁已高，我一片孝心的份上恩准。你本该流放，为何在此啊？我路上遇刺，得知父亲打擂，请陛下容我打擂之后再领罚。这临阵换将，恐怕不妥吧？不妨，这样也挺有意思。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师父，嗯，在下耶律迪烈。杨灵公，你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啊？我隐姓埋名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嗯，徒儿，请。所以你对我的好，都是算计。真真假假，都在人心。那江姑娘呢？难道她也是？她只是我手上一枚小小的棋子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牺牲也在所难免。不过七郎有一事确实不假，你确实是为师最好的徒弟。我不是你徒弟。
枪呢？为师教了你一身武艺，可你爹从来没有教授过你杨家枪。铁狼，你说为师对你真，还是你爹对你真？我爹的苦心，你怎么会懂？当年我就是输在了你爹的枪下。 他当偏了我整个军队，让我的英明扫地。季郎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招招被我压制吗？我还有最后一招来教你。你本已经逃出升天，为何还要回来？我爹说过，男儿顶天立地。 可战至死，绝不跪着生。再打下去，你真的会死。耶律狄烈，你我师徒情分已尽，我绝不会让你再伤害我爹和大宋的国威。 起来，明年此时就是你的忌日。这是我爹的招式。 这次没让你失望吧？爹知道。七郎，来，两季郎打败耶律将军，立了功，得了你们皇上特赦。最近朝中对我和大辽流言四起，在下没能替太师雪恨，实在惭愧。 人多眼杂，老夫特地来此为大人送行。有劳了。来，这次大人来送果辛苦了，还请大人替老夫向太后问安。理当效劳。 大人此时来送实在辛苦，老夫备下一份薄礼给你，希望大人留个纪念，未免节外生枝，还请大人出了关以后再看，请。太师客气了，在下回去定会在太后面前多多美言。啊哈哈哈，请。 太师就此别过，好。
来啊，把盒子给我，打开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夫人，这写的多好啊！孩儿尽力了。跟爹来。快去。爹，您这是要教我杨家枪法？